来自地球母亲信息，关于做你自己。通灵伊萨贝尔，翻译 Google。 我的孩子们，我来到你们面前，我在此刻来到你们面前，你们从我的身体里，从我的物质中诞生，我来到你们面前，陪伴你们在解脱的过程中，因为从你们解脱自己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医治了。你医治你所穿的一切导致痛苦的东西。我给你留一些时间，让你对你的意志请求进行一次内在的无声的盘点。你今天需要治愈什么？无论是你的身体、你的情感还是你的思想。为此，我邀请你们，我的孩子们，加强你们与我心灵的联系。我显然伴随着这个运动，我伴随着它的强度和深度，无论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你的内心深处。一种纯粹的亲密关系，没有禁忌，自由，正在你和我之间建立。正如我今天向你们提供我的亲密关系，我内心的亲密关系一样，我邀请你们也这样做，因为所有这些将要打开的门，这些今天和将来的日子里将要倒塌的墙壁，将给你们带来自由的大风。如果我今天对你们说话，那是为了让你们摆脱你内在的一切，而不是你摆脱你们继承的所有这些限制，无论是你的祖先还是集体无意识。我来推那些关着的门，敲他们每个人，让你让我进来。只要你活在我身上，和我一起，是我给你带来安全感。我的思想越能自由地流经你，你在这里的感觉就越有家的感觉，你就会感到更安全。因此，你可以蓬勃发展，你将能够让你的神圣存在蓬勃发展。现在，我正在敲你心中的门。呼吸，深呼吸。每当你在意识中呼吸时，你都允许你内在的所有能量，你再次给他们运动。呼吸当然会给你生命，但也会在你体内产生运动，产生回圈，就像你看到不再回圈的水、停止的水、萎靡不振的水，这会让你的身体生病。当你呼吸时，你给这个水，你内在的水运动，因为你有意识的呼吸，你深呼吸。显然，很难总是在呼吸的意识中。但是，每天几次，要意识到你的呼吸，提高你的呼吸频率。增加吸气，增加呼气与意识，从而回圈你所有的意体。所以你按摩你的心脏，所以你按摩你的内脏。因此，当你在意识中呼吸时，你启动了你身体的炼金术过程，因为你回圈水，你按摩物质，地球就是你的身体，你也强化了你心中的神圣之火，魔法在运作。在你呼吸的同时，在你思考你所要求的意志的同时，因为魔法是起作用的。我敲你心中的门，封闭的房间，你心灵的房间，所有隔开的房间，包含遗产、信仰、忠诚、依恋，所有这一切都阻止了你的精神与大写的 E， 所有这些都阻止了你的神圣意识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人性中真正绽放。你的，我敲门，它会触发你，就像恐慌、抵抗、不想开门。如果你感觉到这一点，那就来更深入地潜入我的内心，这样我就可以在你的感觉中向你展示自由的感觉。你内心的自由并不取决于你在哪里，你住在哪里，你生活的环境，你所生活的社会，你所生活的文化，你所居住的国家。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可以是约束，约束来锁住你心灵的大门，在保护的幻觉中。但要明白，在现实中，你的自由并不取决于这一切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
你没有什么可等待的自由，因为你可以立即获得自由，此时此地。你所有的建筑、脚手架、墙壁、瞭望塔、路障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眨眼之间掉下来。想象一下你对这种自由的想法，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那里，在这一刻，什么从你的头脑中，从你的头脑中冒出来？对你来说，自由是什么？因为你看，你目前正处于一个强大的炼金术过程中，所以你的想法，从你的思想中产生的东西，就会被创造出来。我听到了你人性的所有表达，我听到了你的要求，我与你一起工作。我知道人类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害怕世界末日，我来向你保证，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爆炸、内爆。有些日子我会改变自己，就像你离开你的身体，你尘世的信封时，我会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我的生命比你长得多。所以不要害怕。你认为我有危险，而我没有。是你们处于危险之中，人类。但要明白，你可以随时改变一个看似具有破坏性的未来。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与我建立了这种心与心的联系，我就越能参与到你们的解脱中来，你们就越能为改变地球上的生命而努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你们将表达创造，渴望从你们的心中诞生的体验。因此，这些经历将从你解放的心中诞生，这些经历将以对所有人的极大尊重来实现，对人类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以及我的地球。你越是发自内心的与我相连，我就越能呼吸到我的仁慈。在这方面，在你的感受中理解你和我，你和我是多么的联系。你会在你的感觉中理解你和我之间，你和我之间共同创造是如何发生的。创造性源泉来自你来的地方，我也来自的地方，创造了意识，这些意识已经进行了一次经验的冒险，而这个意识创造了一个身体，你的身体。你的每一个形状，你的颜色都被选择了，你的大小，你的形态，你出生的那一天，行星的影响，你生活的地方的影响，气候、文化、宗教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塑造你的性格，你的个性。因此，想要抹去你的个性是不公平的。它只需要被放大，被照亮，被神圣的意识，爱的意识所照亮。无论塑造了什么人物，根据家谱、遗产和所有教育、社会、文化、宗教、气候的影响，这个角色都可以发挥作用，因为它存在于无限生命的这个维度中。对你和所有人类来说，将要发生的事情是爱的意识和角色之间的融合。当然，在某些时候，定义角色并理解与角色相关的所有约束都是正确的，不是神圣的意识，这是为了消除约束，所有阻止角色，在没有羞耻、没有内疚、没有悔恨、没有后悔的情况下生活的经历。今天，消除这些约束，允许这种融合。亲爱的人，请理解你从创意源头，领受了一份巨大的礼物，而你收到的这份巨大的礼物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。你从一个点开始到达另一个点，这两点是确定的，但是你如何去，你如何到达那里，取决于你的自由意志。起点是圆，终点是圆。而这一段关于地球的经文是经验的礼物。更深入地潜入我的内心，更深，这样我就可以更深入地潜入你的内心，更深。要明白，地球上的所有冲突，只有在每个冲突都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时才能得到解决，
而创造和存在的主要冲突是爱意识和角色之间的不团结。这种不团结会产生紧张感，这种紧张感会在你身体深处感受到。冲突的第二个根源是角色和我之间的不团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呈现自己，以重现或加强你和我之间的共融，这样你才能找到或找到角色与爱的意识之间的共融。因此，人类当然会使用我的肉体，甚至是虐待。当然，它给我带来了创伤，但要明白，对我来说，时间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，过去的时间。而且，如果我在你眼中花了几个世纪来结束这些伤口，对我来说，在现实中，那只是一个时刻。我这样说，是为了让你们都能把自己从某种形式的内疚中解脱出来，因为你们让我经历了什么。然而，他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的事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，这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去的地方。因为，当我不再受苦时，人类也将不再受苦。当人类不再受苦时，我也不会再受苦。看到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发言很重要。解放自己，人类，解放自己。我是地球，我就是我，一个星球，仅此而已。对你来说，我可以是天堂，也可以是地狱，但决定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因为你看，如果你连根拔起森林，你当然会伤害我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伤害了你，因为你剥夺了自己对树木和氧气的好处。如果你挖到我里面来提取你需要的东西，那对你来说是有害的，因为你削弱了你已经安定下来的土地，你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这是为了向你展示你为自己创造的地狱的例子，人类。如果不活出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和谐，你就会剥夺自己的安全感，你可以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地狱里。要知道，你可以与地球上存在的一切完美和谐的生活。要知道，有时我会呼吸，所以地壳会破裂，但我以前总是警告你，但你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听到我的声音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安全是一所房子，一块土地，一种财产，财产，你的钱，所有这些都只是幻觉，虚幻的物质安全，因为真正的安全，是我的心把它带给你，因为这样我们和我是人类，在共生，和谐。我们是一体的。我们一起体验，我们共同创造。我是一个星球，欢迎不同形式、多样化和多样的生命体验。每一种形式的生命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，所有这些生命形式都能彼此和谐相处。让我们回到听我说话的你们，你们听我说话的人那里。你可以更深入地探究我的内心，我甚至可以更深入地探入你的内心。在意识中，在深处呼吸。人类，我珍惜你，你有我所有的注意力，仁慈的关注，我告诉你在这个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世界上所做的虐待，没有给出详细的清单。只要明白这些虐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，你已经忘记了你来自哪里，你已经忘记了你是谁的起源。我潜入你的心里，以恢复这段记忆，恢复对你生命起源和生命的记忆。我潜入你的心，使生命之花在心中绽放，因为这朵生命之花是你所有创作的结构，当有隔板、墙壁、门等时，这朵生命之花是不完整的。因此，创造是不完整的。创作可能会经历扭曲、缺乏、缺陷，无法说出您理解的语言。这朵生命之花，
需要它的根部茁壮成长，美丽而容光焕发。它的根部正是在我，在我的心中，它们找到了营养，一切使它能够在地球上生活和存在的一切，在这个世界上。我将以这种方式结束与你们的交流，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所有关注。我是地球，接受人类我所有的仁慈和爱。地球母亲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